今年的最大奖宾士休旅车一台，二奖是 mini 一台。宾士机车精品大方送，人气直播主佑凯靠着霸气宠粉在直播圈闯出不小名号。踏入直播圈五年的他，脸书累积超过200,000名粉丝追捧，而一年一度的生日福袋抽奖一开播，更是吸引超过7000多人在线观看。我这一次抽汽车，最主要是回馈粉丝，再来就是想要吸引新的粉丝进来，然后再加上可能还没有人这样做过，我们抽奖当天。只要有购买的人都可以来到我们现场观看之外，还可以现场验票，也就是说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作假的。真抽真送，还有律师作证，就是要让大家对直播改观。从脸书直播起家的佑凯，靠着超狂吸金策略成功打开个人市场，而现在更将事业版图拓展到个人服饰品牌 Your Kind。 我们家牛仔裤弹性真是非常的舒适，但这基本上大家都知道，所以就不介绍了。看它就是这么弹，有没有？镜头前流利介绍产品特色，直播带货技能满点。而佑凯手上的这一条牛仔裤可是大有来头。我们的牛仔裤啊，基本上都是有送 SGS 的检验。那我很多人问说，牛仔裤品为什么要送 SGS 检验？因为我们里面是不含有伤害皮肤的物质，然后再加上我想要对得起消费者，所以我们就跟设计团队啊，还有工厂就研发，然后一件一件打版，做出这种大家可以接受大概1300到2000块左右的牛仔裤。主打舒适透气、高弹性的男性牛仔裤，是佑凯从创业初期就酝酿起的潮服品牌，至今已贩售超过30万条。佑凯借由个人魅力，从直播跨足自由品牌，透过非凡的经营策略，为自己创下破亿商机。一年一档最大的活动，省二宾士的赶快去下单。记者陈婷、周家伟台中采访报道。